印象中都横的，是这样子，对，一般横的，哎，可是又无意中发现，为什么它这边是这样垂直？就一些小地方又在展现法国人就想它的设计的独特性，它就是与众不同。明明人家可以设计横的，我就不一样，我就要直的。大众品牌把自己卖成的小众啊，到底是哪两个品牌？